我非常感谢东华大学颁授予我这个名誉博士。从二十岁步入社会，那经历过很多的事情，有高有低，那这个当中有甜有苦，各种滋味。今天在工作四十几年之后，那么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耀跟肯定，我想个人也是非常的一个开心。我希望我今天能提到的很多的一些过去的经验，那以及如何对应、如何处置这些事情，能够对这一些这个学生能够有所这个启发跟帮助。当然，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，过去她对我们严厉的教育，实际上是对我们奠定我们未来发展很多的这一个基础。我的母亲一直在教导我们，然后这个鼓励我们，所以让我就是一个要坚持这条路的走下去。经过大家的努力，还有老天的帮助，所以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条路让我们走出来。过去长期都在事业的打拼，所以儿子们也常说小时候很少看到爸爸，作息大家都不一样，所以要看爸爸一面搞不好都要相隔很久。所以今天他们能够一起来出席今天这一个名誉博士的这一个获赠，那我想也是一个大家开心的事。